稀世奇珍当岭南鉴宝。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型文化服务鉴别节目岭南鉴宝，我是魏浩。那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第一位持宝人上场，有请。大家好，各位专家老师好，主持人好。您好您好。哎，给我们带来一个和佛教有关的东西啊。对，这是一个什么宝贝，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尊铜鎏金宗喀巴大师造像。宗喀巴大师的？对对对。您对宗喀巴大师了不了解？我只是知道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具体什么情况呢，今天还是请各位专家老师点评一下。好，那拿给我们的专家看一看好吧。宗喀巴大师的这个造像啊，有很多，我看到还是泥塑金身的，这个是铜鎏金的。这是一尊铜鎏金宗喀巴大师的造像，是真品。这尊像呢是黄铜施蜡法铸造，圆底啊应该是封着的。在清代有一种习惯，就拿斧子剁这个铜，然后把剁出这个小尖儿劲儿，把它掰出来，把底遮住，这叫剁底。宗喀巴大师呢，它的造像呢是最有特点的，而且呢制作数量也最多。它这造像是戴一个尖的帽子，两边戴长的披下来，所以这个佛像别看是说法像的上师，它的艺术水平包括它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都是很高的。那这尊佛像呢，虽然个头不大，在宗喀巴佛像里呢算是中上等的佛像。这个价格呢一般来说同等尺寸比汉传佛像要高一倍左右。您还有其他了解的没有？就目前情况看，您看这个现在的市场价大概能是多少呢？这个佛像呢因为制作比较精美，它参考拍卖行的价格呢是15万到25万之间，它这个之间的差距也很大。好，有请下一位持宝人上场。主持人好。您好您好。这还是带的两个物件？是一套。哦，这是一套的。对。这是一个什么宝贝啊？宋朝的盏托吧。盏托。对。这个东西看起来怎么跟玉一样的啊？瓷器。这方面的话我们请刘老师给您好好看看好吧。好的好的。来。好，谢谢。各位朋友带来一件尹清佑的一个盏，还有盏托。尹清瓷呢它流行在宋元时期，它的釉色清白亮丽，具有玉质感，也有假玉器之说。尹清瓷因为它的胎质火温都比较高，胎质比较坚质细白，如果用手轻轻的敲击时，具有悦耳动听的像敲钟击磬一样。刚才我观察其釉面有明显的土气痕迹，其这个茶盏的圈足内电烧痕迹非常明显，有糊米底的这种感觉。这个类型的尹清瓷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应该属于福建窑口的江乐窑。目前呢这一窑口的尹清瓷还没有被藏家呢去追捧，它的市场价呢稍微偏低，但是我相信这一类的尹清瓷将来的升值空间应该是很大的。结合目前的市场行情给你一个参考价它的价值应该在3万到4万左右，你买了也不亏。谢谢。至少保个本。谢谢谢谢。好，感谢这位藏友带来的尹清瓷。好，有请下一位持宝人上场。主持人您好。您好您好。这是一幅什么作品呢？这是一个弘一法师的一幅字画。能打开给我们大家看？可以可以。来，弘一法师的。对。呀，这里有一个观音像这边有字。对。这感觉这画里面啥都有啊。
红衣法师，您这个宝贝是怎么得来的呢？是我朋友从一个藏家的手里收购来的。当时是花了多少钱呢？他没告诉我，因为他可能做的有点保密。这是您帮您的朋友来鉴定一下？对，我带过来给专家们鉴定一下。可以，我相信您朋友看到这个电视之后一定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那谢谢。好，行，来拿给我们的专家看一看。这幅作品啊，这个里面我们打开来看到以后有一种清新扑面而来的感觉。仔细一看，弘一法师佛教文化的书法内容和形式啊，因为你这幅作品呢是弘一法师的上个世纪中国的20个著名的书法家最具代表性的，其中从佛教文化的书法家来说唯一的就是弘一法师。那么今天您手上有这么好的一个具有代表佛性文化的书法这么一个横幅，我觉得你跟佛有缘。他这幅画旁边的一个手持莲花观音，这幅画也是他亲手用这个朱笔彩绘，这幅画里面也是他对这个绘画技能的掌握和对绘画语言的表达的综合性。那么他在纸质上在材质上又是最高的文人的那种叫青纨。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印泥，这种朱砂色朱砂颜料啊，然后显示出那种橙黄色的那种贵族气息。这幅作品的话我们就保守一点算，如果说作为30万元我们取个中值数啊，我们四尺的话达到120万，这是保守数值。那要保留升值的空间，让心里面攒着收藏快乐。行，谢谢贤老师。谢谢。您今天会不会把这个画直接就带到自己家里去了？不会，这个不敢。开个玩笑，其实呢也是与佛有缘，所以呢希望你那个朋友呢也够好好的收藏弘一大师的作品，好吧？行，谢谢您。谢谢。好，有请下一位施宝人上场。您好。来，将宝贝放到中间。这是一个什么宝贝呢？这是一个茶，装茶叶的。装茶叶的？是一个壶吗？是啊。这个宝贝是怎么得到的？看起来很，还是有些年份的。是祖传的吧？从哪一代开始祖传的？好像是祖辈，哦，祖父辈两代了已经。来给我们的专家看一看。看。因为我们南方潮湿，就喜欢呢用这种漆器，因为密封比较好。这个漆器呢做呢，我们南方包括南阳都比较多，用这细壶是装茶叶是比较常见的。你这一件细壶呢，就是保管的也比较好。里面的都写得很清楚，但是这个应该就是叫诗文戏服，它这个原来的是装品牌的茶叶，这个价值呢，因为这个产比较多，因为就是因为你这个特殊一点，就是你有唐画款，又有这个茶叶的品牌款，又有诗词，应该这个在1-2万左右的。好，谢谢您，谢谢。有请下一位施宝人上场。您好。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香炉。对啊，这个是宣德炉极品。这个宣德炉如果要是个真的呀，那还真的是价值连城。不过呢，到底是真是假，既然来到节目，我们还是请专家给您看一看，好吧？好的。来，给老师看一看。那这件炉呢，毫不夸张地说，我寻宝已经走了8-9年了。这个炉是最好的一家。恭喜您。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炉的形态是完全是明代谱录记载的宣德炉的炉式，
明代董其昌有一本书叫《宣德鼎彝谱》，画的图就是这个图。那么它的底座做得非常精湛，这是那个云府纹仿红木的底座。那这个铜呢，我们细看它的铜质是非常精致的，所以整个底座的表面和背面以及的铜炉的表面找不着一个煞眼，而且这个表明的铜是非常精纯的，而且重量非常重。那么玩炉的人知道，真正玩炉大家是看重炉的个铜色，就这种古铜色，这个炉的成色是最正的。宣德炉就由于它的知名度太高了，所以历朝历代甚至一直从民国一直到今天，底款生产炉的时候多半都要加上宣德年制或者大明宣德年制，还有12个、16个、24个字的款，也有一些唐明款如秦书吕。那这个款是什么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九叠篆书的款式。它款的是写的是什么呢？它不是写大明宣德，一般写大明宣德的往往是后方，它写的不为俗情所得，就不为俗情所得，表明这个东西是不凡的。所以这件炉无论从形制款式还是制作工艺来说，我堪称绝品。你这个价我都不敢估了，估低了吧不符合咱们这个炉的市场，估高了吧我们同行内认为这个在现实里估价很难估超过500万的，但这个炉我想是几百万应该值的。好，谢谢您，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有请下一位持宝人上场。您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一个远远的看过去，我就知道这是青花的碗。是，大清宣统的青花五福碗一个。我觉得您说话有点像周杰伦，而且我一看到青花的东西，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周杰伦的那首《青花瓷》，它里面有一句那个歌词说的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您”，很有诗意。对，很有诗意。这个碗如果要是跟您说这句话的话，估计八成等您回家吃饭。平时吃饭是不是用这个碗呢？不舍得呀。啊，真不舍得是吧？看来这个碗在您心目中的这个地位还是很高的，怎么得来的？我父亲呢比较喜欢这些的一些小文玩。嗯，前几年出差的时候。看到这个碗，然后挺喜欢就买来了。嗯，想都没想，反正喜欢，哎，就买。对，花了多少钱？当时可能花了大概2万吧。2万？对。那您自己估计一下，现在大概是多少钱？对，这个没有什么定义，我估计现在10几万、20万。行，我倒是很希望能够达到您心目中预期的那个数字啊，哎，看一看我们的老师怎么说。哎，来，给老师们看看。宣统官窑瓷存世不多，啊，精品是有的，因为它是继承了光绪官窑的制作水准。它是不是宣统的官窑，是真品还是仿品？刚才我观察到它的胎非常的洁净，很滋润，摸上去具有小孩儿童那一种肌肤粉非常润，啊。其青花款式这六字楷书款也是宣统一朝官窑瓷唯一的一种款式。从字体上来看，它的字体写的非常的穷劲有力，端章大气，其青花发色比较沉稳明亮。一说青花比较明亮好像不对了，正因为它的明亮体现了它是官窑瓷，它的釉料是非常提炼的，很精致的，啊，再加上它运用了泛红彩、描金，啊，更显得官窑瓷这种皇家之气。综合我以上观察的特征，它完全符合宣统官窑瓷。这对碗又增加了一道工艺，加了红彩了。而且描金，我给这堆碗的估价应该在15万左右。谢谢，恭喜你。谢谢。各位张杰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你好。
这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壶吗？哦，对，这是我们老师的一个马背壶。据我们老师初步的认为，就是有点像那个辽代的马背壶。老师是怎么得来的这个宝贝？早些年前的时候，老师是那拿翡翠跟藏友兑换啊。拿翡翠换的。对。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这个壶确实用一个翡翠换来还值，好吧？哎，好，给老师看一看。好，谢谢。这位藏友带来了，一件绿釉的鸡冠壶，因为它这一块呢有点像鸡的冠一样，所以叫鸡冠壶。另外它另外一种名称呢叫皮囊壶。我刚才认真和观察了这个皮囊壶了，器型呢非常规整，稍微呢就是釉呢稍差了一点，稍差一点。你这带来了这一件皮囊壶了，非常开门，非常开门，一眼就知道。类似这样的皮囊壶了，上拍了，比较少，结合目前的市场交易这种行情了，给你一个保守的估价，应该在50000元左右。哎，这还不止一位啊！是啊，哦，还有外国来的朋友。我带了一个法国朋友来，这位是我的小孩。Bonjour。给我们带来什么宝贝？和田玉。今天呢，我是从新加坡赶过来的。新加坡赶来的。特地是找李彦金老师的。哦，李老师，人家是冲着您来的啊。还有我这个法国朋友，他也认识他。他说在北京见过你，也看过你的节目。虽然是听不懂，还是要看。那这个宝贝怎么得来的呢？在98年淘了吧？淘来的。对。那就直接把宝贝拿给李老师看看，好吧？我们看到摆这块白玉啊，是典型的和田白玉。那这件呢，是我们新疆的和田玉，它呢白度最好，通常用着国际标准化的术语叫一级白玉。那么这件呢？看着很润，而且纯度也好，白度也好，杂质也少，柳裂也少，一般在行内认为是山流水以上的料，是这样定的。像这样的山子呢，这个头更大，虽然它表面没有籽料的特征，但是它的价格也不低。一般来说呢，这种山子这个尺寸的在中国拍卖市场的价格是几十万元，甚至最高的高达100万元也有，大体是这样一个参考价。下面有请下一位持宝人上场。你好。你好，你好。哎，大哥真喜庆啊！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宝贝啊？是赵少昂的金一画。哦，赵少昂老师的。对对对对。哦，是一幅金鱼画。金鱼。对，哎，这个金鱼画看起来还真的是。这个金鱼栩栩如生的感觉，在画里面游动一样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画您是怎么来的吧。这个画呢，就是说十几年前，是我亲戚送给我的。您心里有没有一个底，觉得这是不是赵少昂老师的作品？是，我有个底，觉得是。行，希望您的这个结果也是 yes， 不是 no， 好吧？好，来给老师看一下。其实这张画。打开来以后一眼看出来就是一幅真画。为什么？首先有一点，赵少昂先生是我们岭南画派最具代表人物之一。我们看到这个画里面的用笔用墨，它打破了传统那种就是一般的气韵生动古法用笔，它采用了西方绘画的那种色彩的变化。那么我们通常一般人看这幅画，哎呀，很生动，代表了我们岭南画派的这种表现形式风格，代表了赵少昂创新的这一路绘画的特点。这幅画虽然小，我们要用方尺来算的话，一方尺是达到了50万。那么这幅画它虽然是一方尺，但是它不能按一方尺算，它要超过一方尺。为什么？因为它是一幅完整的画。那么参照一方尺
而大高于一方尺，这就是上下浮动的一个基本标准。70万左右。七十万左右，您还满意吧？应该可以。有请下一位持宝人上场。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来，慢一点。您好。哎，这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这是一个玉玺吗？是天王的。您这个宝贝怎么得过来的？是家传的。家传的。我打算就是见证的，因为真的，我打算都不卖，不拿来见到也不拿去其他地方卖，打算有个证书我再放在家里收藏算了。行，那这个直接交给包老师，好吧？嗯，来拿给包老师看一下。谢谢你啊。这位常友，你希望是顺着你的故事讲啊，还是跟你讲真话？这件东西呢，是仿故宫的，叫三龙戏珠。三龙戏珠这个是国宝，这个呢是不可能会流传到民间去，这是第一。第二，这些是跟你家传一定是没有关系的。这种东西呢，现在还在故宫，因为你祖上光有多大我是不知道，这个肯定不是你家传的。这我们讲真实的故事。就是说这个原件还在故宫里的。对对，这个第二个如果真的我就不卖了。对，真的你就不要卖。问题不是真的。嗯，它不是真的。对，应该是天皇的。再讲这个材质，材质这个跟不要说天皇，跟寿山寺都没有关系。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就纯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石头。因为什么呢，这个它这个全是蓝色的，蓝色的一点丝质感都没有，这个表皮全是蓝色的，听得明白啊？这个也没关系，你呢可以去学习。马路上就是有卖古玩的地方，就是古玩，就是卖地摊的地方，到处可以见。不管这个东西它的原件在哪儿，或者这宝贝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您心目中，因为这个宝贝而得到乐趣、得到快乐，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已经足够了。您觉得呢？我。沾不沾我没所谓，反正我意见应该是天王的。不管它是真的假的，您好好收藏就是了，好吧？对对对。有请下一位藏友上场。哎，这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什么宝贝呀？是个汝瓷。啊，是一个汝瓷。对，哎，您刚才走上来的时候，我还真没太注意看。您把这个名儿一说了之后，我还真的感觉眼前一亮啊！您确定它是汝瓷吗？是。您对汝瓷了解多少？不太了解。不太了解。对。来，我们先来听专家怎么说的。牛老师，来看一下这个汝瓷。现在汝瓷可是中国第一大最贵的官窑。对，汝官窑是北宋时期烧造时间很短的一个官窑，它是五大名窑之首，留下作品很少的一个官窑。现在能上到拍卖行一般是数以亿计。在广东啊，你这汝瓷可以买房，广东房子虽然贵啊，买几栋别墅没问题的，一般的别墅啊，太贵的别墅可能一栋也还买不来，但看看专家能估多少吧。这么大的水仙盆我第一次见过，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只，比这个小多了。您现在心里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情啊？很激动啊。很激动是吧？请问一下这位藏友，你这一件水仙盆是买的还是家传的还是怎么得到的？老一辈传下来的。哦，传下来的。对。好家伙，这么大。说起汝窑啊，汝窑是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汝窑的水仙盆它的存世了，目前我所知道了只有五件，有四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件呢在日本的大阪陶瓷美术馆。可想而知，你带来了又带来一个水仙盆，是吧？你这回能买几栋别墅，你看就在你了。那真假是吧？你得有心理准备啊。也谢谢牛老师。
大起大落心情。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来了。嗯，我刚才认真细致观察了一下，这间水仙盆它的气口呈椭圆形，其气壁呢稍微薄一点，其底部较厚，其底部有四个云头状的足，有六个细小的芝麻钉的这种痕迹，而且这六个芝麻钉在这件水仙盆的气体部呢分布是不均匀的。那么正因为它不均匀，它有可能就是真的。刚才呢我用打侧光看，它的釉面非常的莹润的，它芝麻钉的露胎处可以观察到它的胎质发色呢呈灰白色，犹如咱们烧香啊留下了那个香灰，这就是所谓所说的香灰胎。而且芝麻钉呢氧化和钙化非常自然，完全不是人为腐蚀做旧能够形成的。我可以很负责任的来判定，这件水仙盆应该是北宋汝官窑天青釉水仙盆。好，恭喜您，恭喜您，终于放下我心头的一块大石了。刘老师，那这个既然是真的啊，五大名窑之首的汝窑的一个真作，那市场价值应该是多少？在2012年4月4日，香港苏富比曾经上拍了一件汝官窑的天青釉魁口玺，当时成交价是2亿786万港币，但是结合咱们这件水仙盆，它是经过修复了，可以参考完整器的拍卖行情，一般是完整器的十分之一左右。本期被评为民间国宝的是明代宣德炉汝官窑天青釉水仙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